第三周，现在就是整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有精神，连朋友都说我终于睡饱了。对于做这个眼袋手术的感想，真的是蛮后悔没有早一点认识徐医师的，不然你看背着那么大的眼袋了那么久，然后整个人看都没有精神。经过徐医师的神手之后呢，现在整个非常的自然，而且精神非常的好。如果跟我一样有眼袋困扰的朋友们，赶快去找徐医师吧。